这多少钱这个？啊，5块钱。这5块钱哦。行不？这定价4毛6啊。你也说，三枪，好东西看着真多。中午怎么着？这不是什么木头木头啊？哎呦，这还小人书呢。万水千山总是情。这是85年的，这多少钱这个？啊，5块钱。这5块钱啊？行不？这定价4毛6啊。你也说，你让啥子合计？我这个年头这用年头是85年的一个。85年的，你想想，多少年了？85年到这会儿，年头多少年？一会呢？几十年了。哎呀，用不了多了。这是个木头吧？这是。是木头的。李慧鸟木头啊，什么木头？他木头，他家种的一天天个分量也行，两斤，就是他木头，不抓回去，这我这个岁数不能抓。给40。好多钱币。大银锭，5块还得几斤？老子那真是通点是吧？